二，出发，出发，合欢南风上主峰。哦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好。二 ，Go，Go。到合欢山主峰，合欢南峰。合欢南峰海拔3220公尺，赞哦。虽然不是百岳合欢南峰，但是这边的 view 也是非常的棒。哎呀，这边是合欢东峰，好，这应该大家都知道。再下来上去的这个是小奇莱，好，然后往右延伸那个草坡是奇莱尖。OK。那它的后面就是屏风山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右延伸，这是黑色奇莱，好，奇莱北，奇莱北，然后往右延伸，奇莱主，后面有云瀑那边，从下面那条呀，哎，小麦当劳那个能高主峰，啊，能高主峰，右边最后面，有没有看到玉山？最远的地方，玉山，哎。中间是玉山哈，哎，对，然后它的前面那个山脉，那个是左色大山，登顶，拎起来欧雄煞死，煞死，就爽了哦，赞，来一口，啊，这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走的能线呐，就顺着这个能线走，这个能线走一直到最后面合欢主峰。这路径很清晰啊，哎，重新出发 ，Go。草原有另外一种景色了，不一定要去走合欢北啊，这里也很漂亮。非假日真好，背双拢无人。来翻头介绍时间，我们这个视野，我们再往外看，看出去12点方向，那就是白姑大山，好，然后再是白姑西峰，然后我们往左看过去，最高的那个是自锚山，自锚山，这这个在台中市都可以直接看得到。这条上佳啊啦，这里又一只界碑了。我这高山杜鹃，
鞍山公路会一直看得到。快接上那个合欢主峰一般的上来的路了，玉山小坡，小坡。这爬山的人吼，上讨厌的物件。是啊、哦，这擦擦的哦，哦，足侪擦擦的物件啦吼。爬山在揪物件的时阵，揪到的是这個。哦。哦，你就随挑出。赤膊。这是赤膊。好、哦，爬山第二个。令人讨厌的植物，赤柏。爬山最讨厌的植物是哪几种？玉山小柏、赤柏跟蔷薇。哦，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有刺的植物。接到主峰上来的路了，一般走的路。继续走左边呐、啊。我们都是走山径为主啊。不是游客，所以我们走这里。沿途就很多戒碑了。南峰，刚刚上面的山头，拿下来，接上合欢主峰的路。Well, I hope that you know that I hear that I don't let it show that I want you. There's not a way to 接近玛雅平台了。玛雅平台。风风，这样那雕，这雕宝啊，就接上合欢主峰的路了。主峰，再上这一段缓坡。你讲这下，高山蔷薇，蔷薇啊，哦，它的刺。多次高山第三种让人讨厌的植物，今天三种都有看到。碉堡到了，就快到合欢山了。主峰就在前面了，基地台。合欢北峰环色板，看那个北峰的能线也是很清楚啊。来去登顶了，快到了。近一百美太多了，那个才是。阿基车的话，应该只有龙吧。
到了哦，完山主峰，山势意气，轻大众哦，亲子路线，大家都可以上来。没有，一万转。成功。